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接下来请看到133页的例题二，我们一样练习我们的高斯敲去法，也一样用我们的矩阵列运算来做一个求方程式解的一个做法。那这里的三个方程式呢 ,2x 加 3y 加 2z 等于 13,x 加 y 加 2z 等于 9,3x 加 5y 加 4z 等于 23。好，我们就来写他们的所谓的增广矩阵。好，那写的时候原则上我们就可以直接把系数一的先写在那个第一列，就是说把这两个式子先做对调，1129。好，再来呢，对调过来之后，23、23，然后3、5、4、23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利用这个一，把这边的二跟三要把它怎么样消掉，所以我们先写第一个。乘以负二，第一列乘以负二加到第二列这边。好，我们刚刚会发生什么事情？第一列要乘给人家的，我们就照抄。好，我们开始来乘哦。一乘以负二加给二是零，一乘以负二加给三变成正一。二乘以负二负四加二多少？负二。九乘以负二负十八加十三多少？负五。好，这第二列写完了，再来第三列，我们用黑色来写。一要让这个三变成零，是不是要怎么样呢？乘以多少？负三，对不对？乘以负三，所以负三加三变成是零。一乘以负三加五多少？二。二乘以负三负六加四多少？负二。再来九乘以负三负二十七加二十三等于多少？负四，变负四。好，这样子的时候是不是这两个零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1129这个都不要动。接下来我们的目的就要让这个一把这个二弄掉，让这个一把这个二弄掉，所以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变成是一样用红色标注，把第二列加到第三列之后呢，乘以多少？负二。那么零一负二负五，这个要加到人家这边来。好，来做零乘负二加过来是零，一乘以负二加过来二是变成零，负二乘负二是四哦，四加给负二变成多少？正二。负五乘以负二是多少？十，十加给负是多少？六。好，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第三列这边是不是变成一个二 z 等于六，所以 z 就等于多少？三。好 ，z 等于3有了之后，写回来我们的第二式这边 ，y 减 2z 等于负 5， 这样子是不是变成 y？ 因为 z 是3，这边 y 减6等于负 5， 所以 y 就等于多少？正一。好 ，y 就等于正一。好，再带回来我们的第一这边的这个 x 加 y 加 2z 的代入。a 加 ry 又是1的，对不对？ 2zz 是多少？ 3 加 2z 是 6， 会等于多少？ 9。 所以 a 是等于多少？ 9 减7是多少？ 2。 好，所以检查一下本题例题2这边 x 等于 2， y 等于 1， z 等于 3， 这样子会做了吗？好，下来我们请接着看到134页的主要练习的第二小题。那同样我们的第一小题的部分，因为它只有两个未知数，我们其实原则上就直接做国中的方法，我们就不多花时间去写所谓的高斯敲去。好，我们例题二这边第一小题自己练习。那需要练习的第二小题，我们一样 2x 加 y 加 z 等于负 3， a 加 y 加 2z 等于负 5， 3x 减 y 减 4z 等于 7。 好，我们一样直接写它的什么增广矩阵，然后一样写的时候，我们尽量让 x 系数是1的，我们写到第一列来，1、1、2、5。好，1、1、2、5。写错。好，再来我们2、1、1、3，2、1、1、3。再来3、1、4、7。3、1、4、7。好，一样我们检查一下，目标要让利用这个一把2和3变成是0，所以我们先乘以负2加给第二列这边，
好，一一二，负五。好，一乘以负二加二是零，一乘以负二加负一是多少？负一。二乘以负二，负四加一多少？负三。负五乘以负二是十减三是多少？七。来，第三列老师用黑的写。那这边我们的目标是要让这个三变成是零，对不对？就乘以负三，一乘以负三加给它变成是零。然后一乘以负三加给负一是多少？负四。好，是负四哦。改一下，没有写好。再来，二乘以负三，负六加十加负是多少？负十。负五乘负三，十五加七多少？二十二。啊，十五加七二十二。好，这时候这两个是零的之后呢，我们再利用这个负一把这个负四变成是零，那么是不是就乘以四？乘以负四就可以了。因为负一乘负四是正四，所以我们写一下一一二五，这个负五这个已经没有动了。好，零负一负三七。好，我们要乘的部分写一下，零加过来零，这边还是零。负一乘以负四多少？正四加给它是零。负三乘负四多少？十二，十二减是多少？二。七乘以负四，负二十八，再加二十二变成多少？负六。好，变负六哦。所以我们检查第三列，两个 z 会等于负六，所以 z 就等于多少？负三。好，我们带回来第二式这边，负 y 减三 z， 三 z 是多少？负三，会等于多少？七。负 y 加九等于七，所以负 y 等于负二 ，y 就等于多少？正二。好 ，z 等于负三 ，y 等于正二之后呢，我们写回去我们的第一列这边 x 加 y，y 是多少？二。加两个 z， 加两个 z 是多少？负六，会等于负五，所以 x 就等于多少？负一。好，我们检查一下。所以要练习的第二小题 ，x 等于负一 ，y 等于正二 ，z 等于负三。好，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找到这个联立方程组的一个的解。那我们其实跟前面的一些方法去做对照，就说克拉玛公式，它是要找出四个行列式子，然后分别去除三次，对不对？那高斯的消去法的话呢，它的目标，反正你就是记得先把 x 两个系数变成零。到这边两个是零之后，再把一个 y 系数变成零之后，剩下 z 的结果，那再从这个 z 的结果写回去找 x 跟 y 的答案，这样了解了吗？